我不让你进。快点，毛哥哥。他是在烧了你家，这个臭臭的。老婆。嗯。我喊你上街。不看我家洗澡，嫌我洗衣啥的。你在做些什么？我到我热水洗澡中间，我这边他统统咬鸡咬了几下，哎呀，别让我上街去洗，我给你洗。啊，我洗到。那那个我烧了水给你洗，你不上街我就烧水洗，我烧一壶了，我一下就烧滚了。要得要么就中心的小心好得很。你上嘛，你搞点洗衣机洗。老婆家羊粪着急没有？着急了，真好。看儿滚了没有？哎，洗了喽，快点要点干洗。哦，弄好了，弄好了。穿一条毛衣，你穿一条能不？穿两条不？啊、我骑你去了，骑你去了，走。你这冰冷的，我那边烧你了。要得，骑过去了。要得，着红烧你。等我牵到你那拽了。不得。从我发到你。要得发到，要得慢着来嘛，我这拿到屋头去。收拾去喽！等会儿来穿这里，嗯，等会儿来穿这里，穿起来到哪到哪儿？哎呀，到你妈陪手。我走十多年的料子，你怕？你又穿着，我就替你走了。要得，就穿你都好得很。